这局开局先选攻速，野怪爆大棒，然后加把大剑，然后选不着大剑啊，不是选不着攻速，完了两星 EZ，前排老母猪，很可以。现在碧波龙把把同行，把把同行，碧波龙。开局攻速先拿到，攻速没有拿大棒，完事给我爆个攻速，你这一瞅又是碧波龙，那碧波龙能吃分也行啊。就是岩石。你们两个大棒，我操！我最烦这种一样的东西呀、啊。扇子妈吧，传统与变革，来把扇子妈。要去战斗，要么就让我战斗。整一把扇子妈，圆弧扇子妈，很不错呀。吃利息，我为您指路。
细节一点。奴奴也可以，那不得有铲儿吗？奴奴得有铲儿啊。目前来讲，应该是谁也打不过。太刺激了！算了，上两个算着妈得有铲儿我们就走努努，没铲儿我们就走散着嘛，走一把看看啊。这个全套的散着嘛。确实是太好了啊，这个全套的扇子嘛简直是完美啊，我只能用完美来形容。来，法爆给你安上。看谁先到。这个蜡耳我决定扔了，卡钱了。真幼啊，我操。
给我件装备呗，我的大哥。嗯，来。哎，又他妈给个大剑，给这玩意儿了没啥用啊。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，来看谁先到。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补丁。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。头不要了，要张烂儿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那就这个吧。哎呦我操，一顿大波儿，没有回蓝感觉是个弟弟呀。那我这功率圆弧干啥的呀？我这公里圆弧不就是为了他这个回蓝准备的吗？启动太慢了，后边得给蓝 buff 啊。你现在没有蓝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没招啊。这小子要攒个三件刀啊。我要铲子没有用，而且我也拿不着，算了。我要铲子没用，我这上不去八神龙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哪铲这七神龙没啥用。补个金龙在前面也行，其实。不拿水滴，我拿水滴现在合不了装备。我现在先把伤害给它提上去，我这公里圆弧现在够用。
1200。奥玉可以补个十奥玉，下一轮补个十奥玉可以。不要在这种时候让我输一把，行不行？啊！不要在这种时候让我输一把，求求了。五连胜进野怪就非常的舒服。蓝，不要这个。死亡与我同在。我怎么感觉要输了呢？看来我感觉得很对呀。这个珠光莲花可太恶心了，来个魔问呢。不来魔问珠光莲花也行，我上科技枪。选秀拿个蓝，哎，这个吧，这个莲花吧。莲花就挺好。莲花给个科技枪，那你法爆做亏了，我把法爆卸了。
你副 C 是谁？我副 C 可以是亚索。蓝。一定别抢我蓝，求你了。漂亮，不需要蓝 buff， 需要一个蓝 buff， 因为他五十点，怎么不需要呢？密宝来个拆，来个蓝就欧了。法宝下了给谁呢？给他呗。有十奥玉就补个十奥玉，没有十奥玉就补一个金龙，就完了呗。攒钱呢，密宝你还 F， 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，很细节，你很细节，我很喜欢。你是真的细，确实好像不太用蓝 buff 了哈。机械飞爪我拿，好像不太用蓝 buff 了，用蓝 buff 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没什么用，不要了呀，不要蓝 buff 了，没什么用。小弟个十奥玉看看有没有，拉尔升级是真傻逼，哎，下个大傻逼，升他干啥呀？这大狗熊。机械飞爪加多少东西啊？加300点血啊，可以拿了，都给他。我一个蹬把他的叠加给他蹬过来了。
瞎子换碗猴，下狗头五金龙 ，OK。为什么不开六尊？没有啊，没有牙锁怎么开啊？开六尊也行哈，那金龙就不要了吧。金龙不要了，金龙卡钱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补个六尊也行。龙牙你根本打不过，那我就不打他呗，我打打别人还不行吗？你们不防我的机械飞爪是吧？我都给你瞪过来。你有点厉害啊，你稍微有点猛。我想要个秘术，能给我吗？嗯，能吗？妈，谢谢。这不傻逼了吗？奶妈换贾克斯啊！哎，这么地儿吧。完了，没调好站位，这死了，这不拉了吗？我想瞪他的拉克斯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这站位要是没坏，应该赢了。哎呀，真傻逼！哎，真是个大傻逼！我操了，那里汉子！真是个傻逼，别打他行不行？你让我打他，他吹谁呀？又不第二个，你让我打他，我要是输了我都可以接受。完，打我镜像，我打不过他呀，咋整啊？这分应该是吃不到了，兄弟。我就想吃个分，这么难吗？我扣两滴血，他扣一滴血，伏笔了。伏笔了，这轮要是把他赢了就没这些事儿了，我们就吃分了，也就吃个分吧，这三他妈也就最多也就吃个分，我觉得想吃个鸡儿还是费点劲呢，不是那么很好吃。